来看高雄的戏赛界比赛，这个冠军有奖金400,000，来自世界各国八支的赛队，步数进展，要来拼第一。连续跳过三四支水中的钢条，这只大金狮佫并一个身徛在了头仰起来，整个表现予观众有够赞叹。柔韧度真好，动作嘛真流利，人赛这两人合作无话讲，充分展现力与味。水陆戏赛家伫高雄举行，人赛水上摇动真野蛮，但佫嘛因为水影予真侪选手失误。马来西亚选手小心打无在度落落水。那水上比赛落落水，第二天刷到陆地，马来西亚队同款阁失误。激烈的水陆比赛宣传两天，唔然乎观众大开眼界，嘛将中华青赛文化保存落来。